要到哪里去啊？出去以后到是要到北线桥堡，还是要到到？要到公园。庙旁边呢，就是中营，五营的中营。中营主要供奉太子爷公、光盘元帅、太子爷公。灵武宫就供是五宗寿、五星、心灵礼、行礼、行礼、行礼。到定慧，我先到那个交代我，然后到那个五天厝，前方就是新德祠方向，新德祠方向。哦，你看北边，你看看呐，北边就是那个绕境队伍了。难道会绕到这边来了？还经过池，新的池方向好像。整修的
行李行李行李。
心灵五天照五天，心得悠悠，心得悠悠，嗯，心得悠悠，哦哦，哎，很会哄的，心得悠悠，嗯，哦哦，哦，附近就是高速公路，附近就是高速公路，哦。鞭炮就是，哎，欢喜欢喜，啊，欢喜欢喜，嘿嘿嘿。哦，漂亮。哦，不简单哦，机会的，哦，哦，好响啊！谢谢。嗯，谢谢谢谢。开始开始，
Thank you.
Thank you.
菜有什么八仙草，有八仙草，八仙草。算几个人了？哦哦，两人。你们还可以算几个人？哇，这是做什么？为什么会有那个种兰花的吗？花？要往铁线桥了吗？可能要往铁线桥了，可能要往铁线桥。